如果现在选择跟朋友聚和选择跟他聚，你更愿意跟谁在一起？朋友。那你干嘛还跟我们说你要跟这小伙子结婚，问人什么时候娶你，这什么意思呀？我今天来就看他怎么给我解释。啊，你现在的上面写的是个自由职业是吧？所以自由职业是到底是做什么呢？就是跳舞，工作就是跳舞的。哦，跳舞的哈。你希望他从事什么职业啊？我希望他找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，因为我之前也给他介绍。